分另外一箱哦。再分一箱。对啊。可以。嗯。哈，我下游戏。波波。波波。波波。等你哦。你回来哦，可以十点就结束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九十一二三六九六五十四，要五十四个种子。我们夏季的那个果实包的几都满了吗？果实吗？你是说捡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捡的好像满了。小鱼用的吧？看一下，那是哪一个工艺类？秋季，对啊，剩秋冬跟异国要去洞窟啊！我等一下要做那个啦，我来装那个。蜂糖，蜂糖，嗯，蜜蜂那个蜂蜜啊，就是蜂糖啊，就枫叶的那个枫叶树的糖浆。哦，只是我要确定哪个是枫那个枫叶。小野猫呢？哇！有人哦，有人没在鱼笼里面放鱼啊啊！又出现了，鱼笼里面放鱼，就是鱼笼里面那个放鱼，没有放饵，那个然后放那个饵啊，会破土，会有那个拉霸。你有看到 DC 吗？拉霸机吗？我刚刚那有，然后听到没讲，我没看到。啊！有鬼！你在矿坑了？对啊。好，回来。好 ，lucky。讨厌的鬼。血量又厚，铁矿好像没铁矿，好吧，看一下鸡的在。拉霸机算，很烦啊！我要去回博物馆。嘿，任务。算了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直接过。海力像，海力，海力。哦，蝙蝠。哦。金发魅力，哇！那个梅洛没买武器，不知道打多久。对啊，我们靠！哎、欸，走错，对不起。哦，打到黄金！我还洗板呢。哎、欸，洗板！你是捐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同一个拿起来放下去，再拿起来。哦。
你是买什么武器啊？那个海盗，海盗刀。哦，好好好，行，那个可以，那个就够用了。对啊，其实是我们前一阵买了一个。出口来吧，来吧，出口。最讨厌这种转圈的。哦，对，他真的很烦。团团不能去，哇。T-U-N-A 吗？ T-U-A-A-N 啊。A-N 哦。团团。啊，先取 Amigo 的人，都在搞你们哈。你也搞我们。你搞其他人。购买补给品。你是买什么动物？小鸡啊，一开始只能先用小鸡啊。好好你是想要那个吗？粉红色会找麝香的吗？那个等下摸摸什么口的？那之后再换过去吧。特别的人都用粉红色的东西来用。后期用陨石剑哦，那也要是后期。对啊，那要后期啊，你不用讲后期的东西齁，就婴儿还在爬，你就要跑一样啊。哦，好多箱子，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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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发光，光戒指，光辉戒指。60层，耶！水晶匕首 ，What the fuck！ 干烂东西！来，小鸡，团团吃草。咖啡色小鸡，名字叫团团。6:40了哦，哇哇，我们是没地精哦，有，很想好，嗯，刚那只猫的名字是什么？你说我创的那只猫吗？对啊，我忘记了，看一下怎么看啊？哇，它被困在后面了啊，它叫冰淇淋。想起来了，啊，冰淇淋。地精铜饼、石头木材、石头、地精铜饼、木材。哦哦哦哦，干冰啊！吓死我。商人不见了，可恶！我
们种子有买的吗？好像还没哦。什么种子？就是那个上面那一区不是收成的吗？下下面那区收成的、啊哦，应该是没有。我没买啦。啊，杰瑞人挂在外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爱困。他累了吗？哦，杰瑞。加离线啊！去他房间加离线，很危险。他在四楼哎、欸。哦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他动了，动了。他动很慢。没体力的意思吗？感觉经过好像心跳。再去买一只好了。我刚刚就说我在拆床哈。我没有看，诶，有吗？哦，拆床。哦。你把音效也关掉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没关掉啊。哦、所以你听不到声音。走来走去，故意走，故意走来走去啊。所以你听不到这声音吗？听到啊，嘟嘟嘟嘟嘟这样的呀。好，不是十楼啦，四楼啦。你住到十楼去，这房子还多大、啊？好、哦，明天出太阳。是要用这个哦，封糖后天的对啊，这个应该是封树了吧？这个再做一把了。不够铜锭，呜呜呜！睡觉，睡觉。好，等我一下，再做一个。等我一下哦，我再去放个东西，继续睡。可以猜到中立哪边哦？哦，那还蛮厉害的。橡果，很大。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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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觉。噔噔，耕种升级。都因为都你踩的啊。哦。完成。还要解锁到什么吗？就跟踪，去买种子。酱料女王，薄煎饼。蓝莓，杰瑞来收，这样才会升级。淡啤酒。任务淡啤酒，哦对，要种那个啤酒那个、哦，嗯，路易斯熔炉，哎、欸，金的那个甜瓜那要任务要、哦。新的甜瓜任务，嗯，好像是，是啊，嗯，我先放蓝莓哦，好，地精，再去买东西，再选一只鸡，甜瓜的嘛，嗯，甜瓜，你要买几个？964个。好，哎、欸，中间那个长出来了吗？长了，我收起来了，我收掉了。好，刚好。哎、
欸，杰瑞，等一下记得浇水哦。好。我要去升级我的水壶，我还是一般的，一般水壶。嗯。啊，我有在那个我们家往城镇那边放的那个啦，采收。像有看到。那个树枝吧。嗯。那杰瑞不要去拿斧头砍到。不，那不会了。甜瓜、红西施跟辣椒。辣椒有种吗？好像还没。辣椒好像可以两个季节的样子。哇，我没带水壶出来。欢迎回来。有效位置，那不要叫团团了，快叫别人。先确定一下，八十，4300可以。它是多少？59654嘛。嗯。然后辣椒是不是？辣椒。对。这辣椒没买，5天就成熟。啊、还是要一般一个就好了，还是要那种精心的。一个就好了。一根。好，那我一样种个30个好了。啊，如果想要跟村长套好关系，就是用辣椒。啊，是啊，我的印象是这个。啊，我多买5个。啊！no！ 没关系啊，就中啊，反正赚钱啊。好了。哇塞，这个我有点不想还呢、欸。小鸡雕像。哇！那时候这个也等超久才有的。小鸡，出来吃草。你这2个是不是没挖？哪里？你挖一下。可是啊！哎、欸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口。哦，团团在这里哦。嗯，知道了。再去买2根。改名字啊！不要叫团团啊！团团现在要另外一个。那叫谁？我看一下聊天室啊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聊天室最后一个 ID 是什么？最后一个 ID 英文。中文也可以。聊天室最后一个 ID。最后一个打字是谁？小野猫，好，你是这样子那个的、啊？哦，对啊，那时候是用抽的啦。3 4 8 9，不行。啊！小野 C A T， 好。嗯，没有干嘛，没有干嘛，没有，只是拿你的名字来取名而已。没事没事。水壶好，然后再去买2个铲子。不抽抽，还要再打开一些有的无的呢。
all in 输了 QQ。哼哼哼，好好好。嗯哼哼，好好好。嗯哼，捐赠小鸡雕团式笑吧。哇，团团喜。接收奖励，鸡雕像。嗯，好，没体力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加油，我下线啦、啊，你们加油。为什么？好，我剪影片。哦，你是说有体力啊、哦？好，体力也没。啊，你那个水我记得还我。有，我丢进去了。你丢在哪里？你的箱子里面，黑色箱子。好的。最近想找那种可以观众一起互动，就是那种可能为什么游戏可以大家全部一起进来玩的那种感觉。接手啊！不过接手，我快放弃那款了。有没有可以不会不要互相厮杀的那种？还是趣味性的，不是那种太刺激的啊！你有没有水壶？水壶拿去那个了。对啊、哦，在那个。他说在我黑色箱子，我看一下。嗯、什么笔记本啊？超奇怪。嗯。我想说，你刚怎么会破图？因为哦，你是拿了那个走路，怎么破图啊？小鸡雕像。就算是趣味性的，也会被观众完成厮杀的，至少会厮杀是好笑的那种的。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有点难，要找这种游戏不好找。对啊，想想哦，嗯，我能打到太阳精华、哦。对啊，你睡了吗？好，睡啊。这明明是夏天的香暖，看看这个，嗯。等一下哦，去，哎、欸，我忘记了，什么东西？就是动物产的东西增加20%，还是要农作东西增加10%？我忘记了，你等我一下哦。这我也忘了，我去查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吧，这时候来个无聊，来个，赌博小活动哈。现在聊天室的观众啊，等一下现在赌博 all in 啊， all in 下去的多给你
10%好不好？都给你10%，就以上面的数字都给你10%啊！现在 all in 硬活动活动开始啊，维持三分钟，我这边计时开始三分钟，这三分钟内 all in 成功的都给你10%，没有任何牛排的这就没办法啦。哦、哎呦，一个是哎呦，等一下哦，孵化时间减半，另外一个是变得很友好。哦。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快啊，有点快啊，刷太快啊！所有农场目前有400牛排，好了，可以40。好，选这个。你惨了惨了。现在我是选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森哥，臭蚊子。噔噔。你慢慢来，哎，你慢慢来，我浇水。给牛排 S O N I C。亮亮。A474。哇，其实大家赌的成功几率还蛮多的哎。结果你选什么啊？嗯，作物类的，跟动物无关。哦。因为我上一个生存就是用那个、啊、动物类的、啊。嗯，我记得，那时候你说就是酿造的比较好，因为那时候可以弄很多酿造的那个机器，可是现在很难做那个机器啦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是改另外一个啊。哦，你要想学农业学家。嗯，错了。然后他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作物生长速度提高10%，或者是那个酿造、啊。酿造的，对。所以你要选那个作物的。嗯。其实后面没差，后面没有什么在种菜啦。后面都在锄地挖井。对，好像这样动物还比较好呢。嗯啊。哇，我应该选动物的。哇。没差啦。重来呢？不行，重来了、啊，白天了。嗯。没差，就看其他人会不会用到啊。哦，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技能啊。对啊。哦，啊，只是说不知道是不是只算我的啦。看看喽。为什么你有些菜种4排，有些菜种3排？这不是我种的。没办法啊。地真的很小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比那个哎、欸，这地小很多哎、欸。因为多了3栋房是不是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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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开始我们中间的湖没有这么大。啊，还是你选了改对啊，我不是选预设的、啊。哦，你选别的地图。有一个地图是、嗯、就是它是在湖河边的那个地图上面就超小的、啊。那就很小啊，我就没有选那个啊，我是选打怪的。哎、欸，抽鸡们，你们跑去哪里、啊？找鸡游戏。对啊，应该选可以孵化快一点的。自找麻烦。好啦，活动结束啦，再赌也没用的啦。
大不了就去后台把技能改掉。我没给车吗？啊，它会自动把它变成中文的。反正这 beta 本程式版再改过来。啊，操塞呀、啊！这么热，我刚讲的不是要给大家那个吗？对啊，就是给大家都牛排有过了就打，就给他10%，哇，就上面刷掉了，已经看不到了。然后因为他就自动会把它切换成中文，哦，所以那个给牛排指定失败，我都全部打完才发现下面就我的妈！好了，现场给这个活动失败，我给现场所有人牛排100啊。啊，给大家100了好不好？给大家啊，多打一个零。我不小心把桌布敲掉了。啊！真是一个虐死人的夏天。哇，去找我10000多了，那我要去升级东西。你要升什么？啊，那我也要。我现在都同的东西啊，接下来换，再来是稿子吧，我要升稿子上去。那我先升斧头。聊天室现在会那个吗？我偶尔突然黄灯一下，黄灯一下。等我先讲一下，你升一个铁的，我升一个铁的，就剩下342了。啊，那算了，没有啊，升啊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到时候可以再赚哦。对啊。安妮在哪里？哇，两个 all in， 三个 all in 成功，哇塞！找个新入股潘妮。好，我刚刚干嘛？我刚刚来干嘛？对，搬的是桶。没有，跟那个同水壶才刚去升级而已。礼拜一，夏天。这是怎么空的啊？连垃圾都没有。坚果安安，下午5:30。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发明一个聊天室插件，是可以把机器人隐藏掉的，就是让观众自己决定说他的那个聊天室要不要出现这些机器人。嗯，这样子比较好啊。像我今天想要开的就会开，不想开的就是看大家聊天这样子。潘妮，我来啦。那不是说回来的路上吗？已经晚上6:10了，我的发。对啊，而且晚上还那么亮。我去挖铁。
嗯，啊，你还没升哦？我没有，忘记我同服还在升级，就是还在、哦、还在那个同稿，不是同稿，同水壶，同壶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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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我也知道你看起来很不错。乔加克勒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冰原那个洞窟，就看起来都没有黑暗的地方，嗯，就不会黑黑的都看不到路啊。像你现在系的两个聊天室一样，不用就好了。我是说我自己个人端的那个，不是我荧幕上显示的那个聊天室，是自己个人端的那个显示。不然每个人大家看到的还是一样，就是有那个机器人在说话啊。看你超亮哎、欸！你多大的啊戒指啊？这个蛮大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光辉发挥非常绚丽的光芒。啊，好像最后的嘞。是哦，达到的。嗯、不错啊。超好用。奇怪，影格伊斯居然有到1%+哎、欸，现在。观众看过这个吗？啊，你水壶升级没？有啊，昨天丢下去，应该明天就可以拿了吧？哦，你是丢两样哦？没有，只丢一样啊。哦。不会，OK。搬垃圾桶，早上搬垃圾桶，绿藻，没东西，趁大家都还没出来。快走，快走，离开我啊！搬垃圾桶，走开。没东西。捡贝壳。
不行，我一定要叫你先升级水壶。好啊，那我现在给那个水壶好多，直接升水壶。嗯，太久了啦。那我铜壶弄好之后，就直接再丢一次，丢给丢铁变铁。嗯。我吸了两次水还没浇完哦！天哪、啊，也太多。嗯，还有小鸡要顾。好了，铜水壶直接换，升级变钢喷壶。OK。缸子是不是要三天啊？嗯，水壶啊，水壶是变缸的时候是不是三天？都一样吧，一样。帧数会不定时的会降低，那应该就是这个对。剩下388块了。要卖什么？要卖什么？要卖什么？防风草、防腐菜、土烧沙绿豆，这个绿豆，这个是工匠动物。秋季高品质，哎、欸，红西红柿还没那个、欸，甜瓜、西红柿、辣椒还没放哦。对，哦。虎纹鳟鱼。哦，你们有钓到河豚哦？有啊，我钓到，干难钓死了。安安安，大家安安。铜铁金，这其实等下可以啊，我再放一下。泪金、活水金、石英。看来可以开矿车了。是啊。哎、欸，那边是要全部才可以，全部都打开才可以那个吧？没有，它有分。哦。为了这款游戏这么努力开台，不，这是这款游戏是顺便开台。嗯。你玩游戏不开台？对呀、啊。西红柿。然后，甜瓜这里是差一个。蝙蝠是上翅膀十个没错吧？我记得。要什么东西？史莱姆尼是99个。怪物那边啊。史莱姆翅膀99个。没有，史莱姆是99嘛？那蝙蝠翅膀十个吧？应该吧。啊，那个精华应该有放过了吧？太阳精华。要一个、哦，嗯，没放的话。这样的台非常适合看作业，哎、欸，边写作业边看看书。你看台啊，还不错，不错。我刚回来拿什么？蝙蝠翅膀。
啊，不是跟泪金，然后火什么口水金，还有一个什么啊？石英啊，还有三个铜金。我知道静香为什么在白天洗澡了。为什么？回体力。好哦。我正在回体力齁。我刚才想说，嗯。哦，满了满了满了。要放就放在铜跟铁，噔噔噔噔噔。哎，我还没去交付这个。他就想过开区养整理地图之类的吗？有，可是那一开下去就找到都是十几天、二十几天，那个跟拍片的进度会落差太多。而且那个太累了，我的缺氧其实就是玩一小时，但是大概只有在二三十分钟是在讲话，其他时间就在点点点弄弄弄，然后弄完讲一下话，再点点点弄弄弄弄。这样才可以剪辑的时候就剪得轻松，他都开台就没办法。甜瓜还没有，好，这是什么刀？这钱哦，钱算了，钱算了。我们目前没有捡垃圾女孩。改一下台，喊救命！缺钱。完成修理一个，收集包完成，获得五个万象金球。好。什么金球？可以开嘞。啊？通哪里的？通哪里的？等一下哦。全那个包全收集完成了，哦，那个内区的，哦，所以可以开回家了。熔炉 ，OK， 有了，哎呦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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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地板整修完成，哇，不让你走。它好像是修矿车的样子，刚那好像矿车。看他拿那个包包拿去哪？小树洞里面啊。大枪在叫了。嗯。万象金球哦，欸，这个哦。一个回头就不见了。这边哦。哦，拿了去树洞里面，然后拿一个星星出来。嗯。耶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嗯。哎，这只会追人哎，好可爱啊！带回家。哎呦，天黑了。是不是在里面弄完？怪物长在这边吧，还是怪物的已经开了？嗯，怪物的那个包子已经弄好了，不知道哎，好像弄好了，因为没看到了。
算了，哦，知道自己买椅子了，呵呵，这个椅子会不小心那个卡榫掉了就往后倒，哎呦，可以开矿车吗？可以开矿车吗？椅损坏，还、哎、要、哎、今天晚上过往，对，要过一晚，对对，冲啊！我们可以看动画了，快跑啊！耶，回家看动画。奇怪，为什么小七点那都没通知的呢？怪，是你太多，不是这个通知的，看一下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小弟弟啊，是通这里的哦。没有吧？应该是全都修好吧？到处修啊。4000块 ，OK。哦，下雨睡啦，省体力喽。啊，我走霉运。哦，走霉运。啊，我要干嘛的？你要去敲金石吗？敲金石哦。这里还有哎、欸，有啊，还有啊，我那个啊，我有刚打了几个，打完了去敲金石，嗯，拿一个红脑鱼，哦、算了算了，那太难了。红脑鱼，海边钓啊。嗯，没关系，那我顺便回去拿个钓竿，敲完金石直接去钓鱼。嗯，你的任务是那个、哦？没有，那是那个昨天的那个暴富高兰的冰冻软泥，然后我要去打冰冻软泥。盘你买走，给你吃。哎、欸，昨天有少浇一格水哦。嗯？我那个甜菜那个没浇到。哦。谁呀？嗯。想当初那时候，国小国中一个火车，高中经过新鹿谷。哎、欸，我没听到了，火车来了。啊，我刚直接坐矿车就好了哈，我要走那么远。哎、欸，对呢，忘记我的爸啊，水壶还没弄好。巴士站，嗯，方便。矿洞，有没有给我东西？方便。啊，算了，自己去逛矿洞好了，去逛矿洞，逛矿洞。
我的那个水壶还在做，所以金石也不能敲。嗯，哦哟，大史莱姆哎，史莱姆洞窟不给东西哦。哎、欸，有了，给我摊。哎呦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哦，看，星球，画面缩小，没有啊，画面缩小是那个啊，哎、欸，因为我现在75%吧，那第几层？对啊，我在62%。好。缩小了，还是缩小比较好玩。嗯，瞬间出现。应该可以到60了。小煤炭，地洞地洞地洞。对，我们那个古墓那边可以过了吗？那个山姆森林。哦，我的那个阿福都还没好，快好了。嗯，感觉很像有3D 的那个泰拉瑞亚，不太一样啊。泰拉瑞亚是不一样的游戏，这个算有点像是《牧场物语》3D 版。也不算3D，算半3D。哎，到了。好、哦。直接攻70啊！来啊，试试看。哎呦，运气不错哦，不错哦。掉四个翅膀，对啊，你的运气真的很猛哦、喔！哎呦，绿夺剑哦！哎呦，帮我附魔一把好不好？我跟你是同一把哦、喔，附魔不一样啊，跟村长聊天。对啊，走霉运，我刚走霉运打那箱子好像不太妙。那应该请你来打才对。打个石头。万将金球。哇，你打的还可以打到铁，你真的是运气超好。哎呦。
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左边左边，运气真的很好。干哦，害自己啊！怎么了怎么了？怪物城啊！拿到炸弹。不管了 ，Go Go。看，哎、欸，看到了路边。好好好。冲到七十啦！Go go go！ 宝箱，这什么弹弓？高级弹弓，弹弓是没什么用。嗯，它耗石头那些啊。看，会死哎、欸，好痛哦、喔！超痛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又打到。嘿嘿嘿，哎，我是觉得不妙了啦，不妙是不是？要撤了是不是？你觉得嘞？好，撤一下，我撤一下。好好好。嘿嘿。啊，走错路。我要去城镇。没有好友送，我就随便讲个说，我老子有钱人要送游戏，跟我当朋友就好了。是这样的吗？感觉都会做电池，要早点做出来，先趁现在下雨就很想要赶快打雷。我就是不知道避雷针是要怎样来拿的啊？打怪吗？还是挖矿？都不知道。不然真的雷雨很可惜耶、欸。感谢 Amy 22个月啦，快两年了。哇！啊！嗯，感谢。到了，12个月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可惜我应该去拿那种叫避雷针的作用，可以拿来做那个啊，电池。感谢团团17个月。太大声，吵死了！看一下天气预报，明天天气晴朗。哦，我今天衰，糟了。我今天也衰。好了，算了，不逛矿洞了。来采收，我去拿我的，去拿水壶。啊，我要采收。哎、欸，被雷劈了啦！被雷劈？这个啊？哦，这是被雷劈哦。嗯。啊，这那这也是被雷劈，我也是没浇水。哇，那这避雷针到底怎么做啊？没出来、欸，好痛。啊！可是我们之前进度也差不多啊，怎么那么惨呢、啊？嗯，赶快掉。阿叔，我要去拿斧头。我要去拿我的水壶，不然没办法浇水。感谢 DC。对哦，谢谢。